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通过你的手，送出了多少情报？他们要是知道了，能饶得了你吗？想想你爸的处境，再想想你妈的处境，他们现在都在我们手里。大主意，你自己拿吧。 周站长，你可要好好的栽培你这个侄女啊！这孩子虽说脾气有点倔，可明白现在的处境。总指挥放心，他起不了浪。小心无大错，我们的行动不允许有任何疏漏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快饿死了！不会走迷路了吧？ 该不会吧？又不是第一次来。他在这儿没什么亲戚什么的吧？没听他说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现在来晚了，我们就不管你了。你看你这慌慌张张的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我找不着路了，东找西找的。没什么事吧你？啊，没事啊。真没事？没事儿。那走吧。哎。大菊，该吃饭了。啊，行了，吃完饭再干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来，你这两天怎么愁眉苦脸的啊？行了，先别干了，你听我说。来，大菊，你这两天怎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是不是因为别人减轻你没减，闹情绪啊？ 没有。开饭了！开饭了！开饭了！大菊，你只要努力工作，减轻一定会有机会的，千万别有思想负担，啊！ 大菊。 好了，下一个。臭不臭啊？快，擦擦手，吃饭。哎呀，刚才不刚吃了一顿吗？一会儿还得吃晚饭呢。吃的多好的快。哎呀，来一个，快点。 怎么了？不爱吃啊？爱吃，爱吃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还是病号饭呢。病号饭？嗯、哎呦，我的伤都好了，大夫同意我，过两天就出院了。
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才几天呢？哎呀，前两天呢，我去了一趟工地，看到同志们呢热火朝天的工作，我哪闲得住啊？再说了，有个事儿忙活着呀，我也就忘了疼的事儿了。反正你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。谁说做不了主了？你的话，我都听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说什么都听啊。啊。那我不让你这么快出院。就这个不行，别的都行。那你还说听我的？哎呀，这是工作嘛。你有你的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工作。别找理由了，总是马列主义口朝外。还挺会说，马列主义口朝外。行行行，往后啊，我都朝内啊。哎，小鱼啊，嗯，你也跑了一天，挺累的了，你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啊，我不累，我现在出去都坐车，累什么呀？啊，来去匆匆的，什么急事儿啊？没什么。你不吃是吧？那我给别人吃。董队长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报告政府，我撒尿，快快去快回！哎，来来来，走，慢点。哎，把稳了。哎，小心脚啊！小鱼也在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简局长，队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出了？大局跳崖了。啊！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啊。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多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事情也许可以避免。大局最近情绪一直不好。嗯，减刑的名单里没有他，他就一直闹情绪，跟谁都不说话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什么人都没有了。这个女人性子挺烈，她家里很穷。她被卖到妓院以后，老鸨子看治不了她，就把她卖给人贩子了。说起来，我跟那个大局还有点渊源。嗯？人贩子把他卖给一个有肺炎的老光棍儿，那个老光棍儿是我们村的。不幸的是，大菊嫁过去不到三个月，那个老光棍就死了。他走投无路，自己又回了妓院，在接客时把一个嫖客给杀了，所以被关进了监狱。这个女人的命也是够苦的，把她安葬吧。
哟呵，哎，周干事，刘厂长，周干事，哟，刘厂长，哎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不能来看你呀？哪有没事的，现在，你瞧瞧那工地上都干得热火朝天。周干事啊，谢谢啊。说吧，你又要采访哪个监区，哪个人啊？我今天不采访，你没看我相机本子都没拿吗？哦，那你找我来干什么？我送你样东西。 那个厂长，我先。哎呀，快出去吧！你先坐下。啊，坐下。闭上眼。啊。干啥呀，小周啊？哎呀，你吓我一大跳！这是什么？什么事儿？哎，你把鞋脱了。 不脱，你不脱我帮你脱。哎呀，太臭！行了，我不为难你了。我是看天太冷了，针织城发的布袜子一点都不暖和，所以呀，我给你织了一双。不要。我给你织的，你干嘛不要啊？ 你到底要不要？不要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冷冰冰的呀？嗯。你老是跟我们说咱们是革命同志，要互相照顾、互相关心，对吧？对呀。那你还让关小鱼去照顾侯监区长住院呢？那你说我送你双袜子算什么呀？那个是两回事儿啊。谢谢了。你到底要不要？哎呀，不要！没完了，你这。 行，你不要我烧了他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，这是这么任性，这说烧就烧。哎呀，哎呀，切切切！你不是说你不要的吗？哎呀，多好呀！你不是说你不要的吗？谁说我不要？ 哎呀，你看织的多好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你说这天天踩在脚底下，那不太可惜了吗？啊！哎，我这拿它当手套，你看多好啊！站住！哈扎扎扎扎扎跳！哎呀！ 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去那个工地看看啊。哎，你干嘛走啊？撵我呀？不，我去工地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是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呀？那你说，什么事儿？你这态度，我现在又不想说了。 我态度挺好的，那我真说了。你快说说说，啊！你得支持我工作。我啥时候不支持？我不一直都挺支持的吗？那，你给我找间暗室。暗室？啥叫暗室？ 就是洗相片的地方，不能跑光，有了光就不能洗了。哦，暗室嘛，暗室，<笑>不能跑光嘛，对吗？暗室，行吗？行，
我找着空屋子就给你，行吗？哎呀，你不用找了。其实侯监区长有一间空房子，就是你批给他那个破仓库啊。哦。他说他不用了，可以给我，但你得批准了。嘿嘿嘿，拿去用吧，啥批不批的？啊？真的？那可不真的。谢谢刘厂长。不用。带上啊。带上。我走了。走了。这鬼丫头，早都安排好了，还批不批的？哎呀，挺好挺好。既然郑应金身上还有疑点，那就还是把他关在新锦屏吧。啊，对他的排查要抓紧。啊，是，我明白。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失败了，这就是历史。如果傅明德，哦不，应该改名叫郑应金了，改判无期，回到我们监区参加劳动改造。今后大家要对他严格监督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大家听见没有啊？听见了。走。大摊主，上校，按照军衔，我应该叫你一声长官了。长官你好。什么谭主上校的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？干嘛呀？谭副，多亏了你的举报，省去了我隐姓埋名过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。郑长官，你参加过台儿庄战役，是条英雄好汉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才对。算我自作聪明。不过，陆谭副，你的检举可以减刑啊，也算我郑某人为你做件好事。哼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陆谭副，啊，哎呀。陆谭副，你说你这岁数也不小了，这么多年也没提多少啊，啊？你看看咱们大坛主，摇身一变，回来成督战官了，啊？陆谭副，这么些年了，你说你也没啥长进呐，啊？哦，哎，
宗指挥，找到了，我们内线的动作真的很快，这下好了。唐司令在哪儿？倒木沟。太好了，我要重整旗鼓，一举拿下新锦屏。这，这。司令，董指挥回来了。难道只准你郑科长住，我们这小老百姓就不能住了？咱们俩的事儿已经了结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。怎么没弄点酒喝喝？伙计，哎，给我弄两个菜。我跟这位解放军同志好好喝两杯。郑科长，这没事儿，我跟郑科长是老朋友了，你去弄就是了。去吧，哎，去弄两个好菜。想好了吗？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，不干了。用不用我把门打开？你再大声点。在这吓唬我，我甄世成不是被谁吓大的。你要是再这么干，我就这政府把我抓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无赖！好了，骂两声得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再这么不识抬举，我说三更废了，你就不会等到五更。我只要往新锦屏打一个电话，你立马身败名裂。和那些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一个下场。年轻人火气盛可以理解啊。喝点水，养养火。郑科长，你也不是个糊涂人，还是想明白点吧。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蹦不了我，也跑不了你，我们的合作还得继续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价码抬一抬，让你的无本生意利润更大。我这是无本生意吗？我是在提着脑袋跟你做生意。看你说的太难听了，这是我们俩的生意，互惠互利。是，秀秀，是。玉，刘厂长，书记，这就是鹿鸣谷了。我们在这儿设定了一个固定暗哨。暗哨，我怎么没有看见？暗哨，暗哨，那能看见吗？这个地方地形险要，是通往新锦屏的要路，也是土匪啊经常进犯的地方。报告首长，哨兵王天庆、高小山正在执行任务。看见我们过来，为什么不阻拦？我们发现你们穿着军装，就没有阻拦。穿着军装。要是敌人穿着我军的军装怎么办？我们看出是你们三位首长啊。两个暗哨太少了，在这里设一个排，改固定暗哨为流动暗哨。好，咱们设一个警卫排，改固定暗哨为流动暗哨。走去那边看看。好，秀秀。周老板吩咐，这几个菜是他送给二位贵客的。周老板够交情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怎么没有酒啊？伙计，快去！好，来了来了，酒来了！哎呦，真没想到，二位贵客还是老朋友啊！您二位在我小店这么一坐啊，
套句文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叫蓬荜生辉呀！好了，周老板，你就不要转文了，快上酒，我。哟，看见了吗？一只羊，哎，一只羊啊！呵，哈，瞧瞧我这枪法，真准，一枪就打中了。你连枪都没开，怎么就一枪命中？怎么不是我打死的？明明我一枪打死的，明明是我打的一枪嘛！怎么会是你开的枪？文杰，你来证明，又来耍赖了的。我证明啊，就一枪，彭书记开的。我说是我打的就我打的，有物为证，不信咱找找弹壳。弹壳早飞了，哪儿找去？嗯，看这弹壳了吗？这个弹壳就是从我枪膛里弹出来的，就是这颗子弹把那羊打死的。把羊抬过来。行，抬回去吧，改善改善伙食。谢谢厂长。不要谢我，这个羊啊是彭书记开枪打死的，要谢还得谢他。谢谢彭书记，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们在这吃饭，你们连里吃什么，给我们带过来点，够我们三个人吃就行了。是是。嗯。刘千金，我想明白了，你是想用这个空弹壳套动我刚才打死那只羊，演一出恶作剧。你是想演绎这件事情的过程。判断和证明另外一件事情。哎呀，你说的那个太复杂了，简单点说，头两次那三颗弹壳，是凶手杀人之后在附近尸体附近故意摆上的，人家早谋划好了，目的就是栽你的赃，陷害你。刘厂长，嗯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有一天啊，我擦枪。一下子我就想明白了，哎，凶手啊，用他的子弹杀害我们战士之后，却在尸体附近放上了老彭枪里弹出来的弹壳。那就是说，这个内鬼早已盯上彭书记枪膛里的弹壳了。嗯。江处长，嗯，转过那座山，新锦屏就到了。总算到了，这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的。听说唐静音匪帮在这一带活动猖獗，他们要是知道这车上拉的是什么，非眼红不可。好在新锦屏马上就到了。妈的，我以为啥好东西呢，弄了一车破木头。木头，给他们添把火。算了，咱们别找他了，撤。走。是谁捡的那三枚弹壳？是小江。
是小江杀害了两名战士。小江没参加过机关岭追击战，没有到过关寨的景台边。小江没到过景台边，另有他人到过景台边。这个人就是杀害了两名战士之后，把两枚弹壳放在了尸体附近。那就是说，杀害小李和两名战士的不是同一个人。对，一开始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正中了敌人转移视线的妙计。江华呀，啊！那这个小江背后还有一条大鱼，这条大鱼就是指使小江捡弹壳的人。可是现在小江死了，我们现在死无对证怎么办啊？你看看吧，老班长的日记本。6月9日，老龙口粮站仓库，我看见小江在捡弹壳，他说给彭政委找手表。宗志辉，唐司令，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？我们一直埋伏在山上，结果一看拉的是木材，所以就没动手。木材？往遍地都是树木的新锦屏运木材，这不太可能吧？这里边可能藏着什么东西。他们运的可能是军需物品。花子，哎，再遇到这种事儿，你就扔几个手榴弹，放他几枪，敲打敲打，也好探探虚实。是，我记住了，宋指挥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蒋。你好，刘厂长。冯书记，你好，你好。冯厂长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，这不一到就来找你们报告来了吗？太好了。我们新晋平啊，就等着你这个江处长来了。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，保你满意。走走走，来来来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江处长啊，你这是唱的哪出？对，江处长，你怎么给我们送这么多木头来啊？我们新晋平山上多的是。你们觉得这些木头没大用就对了。诡计多端的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这都是叫土匪给逼的。对吧？哎，这里面啊有不少是消炎药。嗯，哎呀，嗯，太感谢军区首长了。我们这两天正换季呢，好多感冒的。我还正担心呢，这没药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几枪别动，是给军区的。程部长只是宁肯多绕点路，也得先把新锦屏的药送到。哎呀，谢谢程部长。如果要是把这东西都给我们留下，那我们就更得谢谢他了。哎，老洪，组织人把东西搬到仓库里边去啊！行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东西搬过来，快上快上快上，快点搬啊！全都卸下来了，来来，快点！怎么没看见郑科长了？他去锦屏镇了，没告诉他你要来。松散离了红灯。厂长，你又喝酒了？去去去去！江山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口我。大伙，哎，你们厂长在不在啊？啊，在在。哎呦！哎哎哎！你怎么又喝上了？哎呀，高兴嘛！晚上跟江处长都喝了一气儿了。我呀，本来我是想找你一块儿喝。那我想你，是吧？你这酒瘾可是见长啊！高兴啊，高兴就喝点呗。也是，我这个破事啊，也够折腾你的。哎呀，不光你有说法，那人家林若冰也有说法。你又扯人家干什么？别瞎扯！这我没瞎扯。你现在是重公道取苏三，拆官爱吕范。怎么讲？名正言顺，去去去，人家不是女犯，你瞎说。说正经的啊，嗯，看完签字给我。好，好，
有老班长这个日记本在啊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明天让江处长捎走吧。啊，还是交关小鱼走正常渠道吧。这江处长拉着木材满山跑，目标太大，我怕这万一要是……啊，你想的也太多了吧。让江处长捎走比正常渠道啊快多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送到军区去呢。行，早一天洗脱，早一天解脱。这个内鬼啊，把大家弄得焦头烂额，我这心里也难受。程部长啊，他也轻松不了，你也毕竟是他推荐来的啊。尽早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，咱俩也好合力一起抓那个真正的内鬼。安心的睡吧，我看清楚，彭浩还是原来的彭浩。总指挥，总指挥，唐司令。不明的真名郑运金，原系党国上校军官。怎么了？那个参谋次长，难道不是他？谢谢你啊，江处长。要不我派人送你一程吧？不用，你越是兴师动众啊，土匪反而警觉了。我这样挺好，放心吧。好，麻烦江处长把这个捎给程部长。好，要不是因为事情重大，就不会麻烦你江处长了。嗨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不敢烧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应该通过机要渠道上报。这个机要渠道上报得好多天啊，哪有你这日月兼程快啊？这东西特别急，对，我们想尽快把它交到程部长手里。行，好，好，后会有期，路上小心啊，下次再来啊，加倍款待。好，下次请你喝酒。好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车转过弯去，再下手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我媳妇快生了！哎，快点快点！哎呦，快！救命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哎，快快快快！再晚来不及了！总指挥，唐司令，阿辉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共军斩尽杀绝。Thank you.
千山何以穿？